用网友的话来说，梅根就是一个四处惹事的、人缘很差的女人。她总是能不分场合、时间、地点的恰到好处的引起网友的注意，进而对她的行为举止展开猛烈的吐槽。这一次，网友们对梅根的集中吐槽就发生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葬礼举行的前后这段时间。悼念活动前后长达十几天，大体分成开放民众对女王的悼念，以及女王直系亲人对她的守灵之夜。破天荒的，就连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曾孙辈的乔治小王子和夏洛特小公主都被允许参加女王的葬礼和一系列悼念活动。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隐藏在人群中的梅根总会成为好事的媒体关注的焦点，她的任何一个微表情都会被放大，被网友们过度解读。我们先挑其中一个最为诟病的表情来说，彼时王室成员一起为过世的女王哀悼，站在梅根前面的凯特王妃表情肃穆，眉眼间让人都能读出悲伤来。我们再放一个大全景的全体合照来细看，几乎在现场的每位英国王室成员都是在低头寄托哀思，人群中只有梅根倔强地抬起头，眼神飘忽，某一瞬间梅根的嘴角竟有一丝微微上扬。就是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表情被不少英国民众揪住，猛烈攻击说梅根这一瞬间脑海中是对过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不屑和不敬。有网友怒道，她画着烟熏浓妆，脸上轻蔑的表情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在英国民间一直有流传，英国王室的两位妯娌之间，即梅根·马克尔与她的大嫂凯特王妃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隔阂。这对王室妯娌之间有着难以释怀的恩怨，两人在英国王室共同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明争暗斗，公开上笑脸相迎，恩恩爱爱，私下里却是拳来脚去，打得不亦乐乎。虽然英国王室曾经多次公开澄清，称梅根与凯特两关系友好，不存在传言里的纠纷情况，但是无奈是越抹越黑，人们根本不相信。到后来甚至传言连威廉王子与哈利王子也受梅根与凯特妯娌不和影响，兄弟之间感情产生了裂痕，手足反目成仇。特别是梅根与哈利宣布辞去英国王室高级职务，离开王室独立发展后，威廉与凯特对于梅根夫妇的感情更是一言难尽。加之梅根与哈利离开王室后，到处在公开场合发布对于英国王室不友好的言辞，这让威廉与凯特更是难以接受。此次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上，哈利与梅根也受到王室的邀请出席了葬礼。当哈利和梅根出现在葬礼上与威廉凯特相遇，人们看到的情景却是威廉与凯特看到梅根夫妇表情十分淡定，并没有特别的异常情绪，不过这显然是假装出来的。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威廉与凯特的状态，那就是强忍怒火，脸戴面具。在面具掩饰下，威廉与凯特看到梅根夫妇才显得神色正常，没有过分异常的表情。据英媒在当地时间9月21号报道，据名利场的一位皇家记者称，当梅根与哈利在英女王葬礼结束后离开时，威廉和凯特松了一口气，两人终于露出真实面貌，可以随意表露心中的真实情绪。显然威廉与凯特在面对梅根夫妇的时候脸上是戴着面具的，两人并没有表露出心中最真实的情绪。而当哈利和梅根离开时，威廉与凯特放下了面具，威廉对身边的人说，这场戏已经结束了。显然直到今天，威廉仍然无法原谅他的兄弟。据一位王室内部的知情人士告诉美国周刊，哈利和梅根急于回美国看望他们的孩子，但好笑的是美国似乎也不欢迎他们。梅根自带镁光灯，走到哪里都是主角，这件事本身就有好有坏。嫁入王室后本来可以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是还是选择离开，被群嘲能力配不上野心，重返好莱坞失败，被整个上流圈层集体抵制，不允许王室背叛者走红毯，这样的结果令人心碎。但是人在做天在看，可怜之人肯定也有可恨之处。知情人士爆料，梅根和哈利在加州过得很艰难，根本没有表面那么光鲜亮丽。以前梅根只是个三流演员，搭上哈利王子才名扬天下，本身根本没有什么能力。梅根被好莱坞雪藏，活动和资源都会受到影响，
离开王室后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不好混，梅根的演艺生涯很可能会中断。哈里夫妇唯一可以指望的只有跟王妃1亿的合同，此外所有的路都被堵死。梅根一直都想重返好莱坞，日夜做着明星梦，现在看来根本就是痴心妄想。伊丽莎白女王葬礼结束后，梅根在美国恶评如潮，遭到了不少谩骂和指责。一位洛杉矶的媒体人爆料，梅根面临着雪藏，以后的曝光度会越来越少。肯尼迪女士还爆料，之后好莱坞一切大型活动和红毯都不会邀请梅根夫妇，给出的理由也很有意思，认为他们不懂得感恩，没有礼貌，很多细节都备受吐槽。全国几十亿人都收看了女王的葬礼，梅根却还是惺惺作态，贡献出自己拙劣的演技。在屈膝礼这方面，梅根还是做得非常到位，而她在这样的场合和哈利牵着手秀恩爱又引发了吐槽。梅根和哈利结婚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这两人非常恩爱，但是像这样秀恩爱秀的不是时候啊。梅根的招黑体质果然始终不变，也有人解读是因为二人通过牵手的方式来给彼此以力量，毕竟这是哈利王子和梅根王妃主动放弃英国王室之后第一次和哥哥嫂子在公众面前亮相。只不过就连这次中规中矩的亮相，居然也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认为梅根在自己的黑色外套里面藏着窃听设备，方便为他之后写英国王室的传记积累素材。按照两人原来的把戏，没准等女王葬礼结束回美国，两人又会开始大肆宣传在英国受到的排挤和打击。辞去王室高级成员身份后，哈利和梅根不断爆料，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度。刚开始大家都抱着吃瓜的态度，之后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认为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行为很过分。这次梅根在国葬上落泪，肆无忌惮抢头条和博出位，完全就是在消费伊丽莎白女王。当时梅根嘴唇微颤，眼中流下一行泪水，整个画面也颇令人动容。然而英国网友们对此却不怎么买账，纷纷觉得梅根完全是鳄鱼的眼泪。别人伤心低头，梅根对着镜头昂着头，只能说镜头感真强。原本梅根在好莱坞的待遇几乎跟一线明星差不多，现在却不允许她踏上红毯。哈利夫妇被誉为王者叛逆者，遭到无数人的抵制，现在好莱坞也不待见他们。原本不受英国网友待见，现在连美国上流社会也看不起他们，纷纷要求雪藏梅根。在接受奥普拉访谈的时候，梅根不惜用自己的肤色说事，爆料英国王室有种族歧视的言论，梅根明显就是在挑事。之后被爆出欺凌案，一时之间众说纷纭。如今哈利夫妇定居美国已经3年，风评着实不太好，被整个上流圈层排挤，不光没有一技之长，而且还喜欢奢华和讲排场。梅根傲慢无礼的态度惹到了很多人。假如梅根真的被上流社会雪藏，那么意味着流量会急剧减少，收入也会直接缩水。难怪哈利王子不死心，即使女王奶奶尸骨未寒，依旧表示自传会按时出版。在好莱坞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线明星要有担当和奉献精神，梅根却根本不具备这样的品质。虽然哈利夫妇可以住别墅、开豪车，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始终无法融入上流社会。事实证明，每个圈层都有鄙视链，在王室的时候是边缘人物，到了美国依旧难登大雅之堂。不少美国民众也意识到梅根是个毫无魅力的女人，只是凭借高调的做派抢风头，完全没有必要崇拜和支持。显然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后，不少美国民众开始醒悟，认为哈利夫妇根本就是德不配位，这样的王室叛逆者根本没有资格走上红毯，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即使威廉多次抛出橄榄枝，梅根依旧保持傲慢的态度，这一点把民众气得牙痒痒。本来是一母同胞的兄弟，现在却直接反目成仇，梅根可以说居功至伟。哈利夫妇的小算盘打错了，认为即使跟王室闹翻，以后也有能力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众所周知，按照英国王室的规矩，就算是哈利王子和梅根王妃主动放弃了他们在英国王室的继承权，但祸不及子女，他们的孩子阿奇和贝贝利特
依然是有希望被授予王子和公主的身份和地位的。梅根之所以这么坚持，是因为一旦她的子女被确认为是英国的王子和公主的身份，那么即便他们未来生活在海外，也依然可以享受24小时的保镖的保护。这对梅根来说，不仅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适当保护孩子的隐私，方便他未来继续在海外兜售英国王室的那些秘辛谋生。只可惜这次的王室之行没有任何收获，莉莉和阿奇没有得到殿下头衔，回到加州也备受吐槽，如今在遭受好莱坞雪藏，以后的处境会越来越艰难。可惜这对高傲的夫妇根本没有危机意识，只能说梅根夫妇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完全是自己把路走窄了。